初心因践行而伟大，使命因担当而永恒。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七一勋章的获得者爱国和他的徒弟们来到我们晚会现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送上我们崇高的敬意，小年快乐！来，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这一年，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当中，湖南的各行各业有非常多的青年党员在建功立业，他们以技艺挺起湖南制造的脊梁，以日夜攻关去破解卡脖子难题，以汗水浇灌丰收的喜悦。这一切一切辛劳的背后，无时不刻不在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躺赢的捷径，只有奋斗的征程。为了理想，奋斗吧！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华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回首望，路遥遥，多少脚印声声。抬头看，路茫茫，理想依然在召唤。回首望，路遥遥，多少行囊没了主人。抬头看，想依旧要前方。我是来自中联重科的原野，造国之重器，扬国之志气，我们渴望创造更多的世界奇迹。我是来自湖南省农科院的黎妮，袁老说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我们希望能把我们研究的这颗种子撒向全国，撒向世界，造福世界人民。我是来自湖南澄黎矶新港区的杨子涛，我们依托一江碧水连通世界，2022年我们将继续努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谢谢，谢谢年轻的奋斗者们，也谢谢雨宁，谢谢雨宁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大家看啊，这个马上要过年了，又到了这个家家户户走亲访友的时刻了。所有的朋友到了一起之后啊，都会送上新年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祝福和问候。是的，但韩哥说到问候呢，在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问候方式，什么问候？就是一见面之后问你好，
请问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下载了。下载了。对啊，我不但我下载了，我还让我爸爸妈妈都下载了。哦，是，我也和家人都在第一时间下载了，要支持，要参与咱们的全民反诈。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是让我的左邻右舍的邻居也跟着一块下载了。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让我们小区都下载了。这样好吧，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赶紧下载起来。哎，我要告诉你啊，其实最应该下载的呢是爸爸妈妈，老人家呀心软，容易轻信别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是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专门在过节的时候又提这件事情，就是要提醒大家新春佳节需谨慎，对，反诈防骗记心间。哎，怎么你俩认识我也有一段时间了吧？是啊。你们觉得韩哥是个八卦的人吗？不是啊。不是，绝对不是。是不是没见过？但是小年夜我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还有你们俩说一下。要八卦了吗？有一个著名歌手啊，怎么了？因为养生的问题，被骗了。真的假的？你要说这个，韩哥我可精神了，展开讲一讲，快吧。是谁？展开讲一讲。谁呀？谁呀？什么叫精神？你是这样啊？我干脆把他们都叫上来，怎么样？哦，让他们亲口来说，好不好？好。我们有请蔡国庆、李雪琴，还有厦门吉岛合唱团，以及我们株洲市公安局的警察，一起给我们带来下一个节目，叫做《春节防骗指南》。这声音多亮，吃了薄酱皮就是不一样。长江鱼游阳台素，天天炫彩更衰老，要求保健驼奶好，生命密码我知晓，红外枕头电子包，健科学要奇效，三个疗程百病消。骗子们也与时俱进，他们总是趁虚而入，这会儿正在社区卖保健品，他们虚假宣传，夸大疗效，对老人家设局摆陷阱，现在我去探个究竟，宇宙的尽头难道是保健品？中心鸡蛋米菲娜，顺便办了很多卡吧，我的小伙都喊我爸爸，你儿子知道吗？花生鱼油吃龙虾，米教授还有老专家，传授养生秘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些可恶的骗子没有良心，满嘴都是伪科学和歪道理，录音证据全都已准备就绪，马上一个电话让你们现出原形。喂，幺幺零吗？365个日出，如今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发现电疗仪这个世纪大发明，从此我将健康年轻，再也不用儿女为我瞎操心。哎呀爸，你咋来了呢？哎呀闺女啊，这拿的是啥呀？哎，这可是个好东西！你拉倒吧，这玩意儿一看就不靠谱。闺女啊，这你就不懂了。用了它，腰腿都不再痛了，神情如燕，健步如飞，像重回18。这个宝贝只要我38000，这么贵呀？买上10台，成代理，赚钱养家。买10台，亲朋好友都推销，一个不落。别害人呀！疾病送健康，轻松。买高回报没有夸大，你投钱了，巨额收益到腰包送你出家，为了我呀，不信你看
您的个人信息已泄露，账户余额为零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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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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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边边边边边，好了好手段轮番上演，演演演演演演演，国宝新房秘子都出现，见见见见见见见，为了再假装善良把你骗，骗骗骗骗骗骗骗，希望警察同志快快出现。你好，经侦举报，这里正在进行保健品销售诈骗，我们已将嫌疑人抓获。叔叔阿姨们，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遇到骗局请报警。另外我们了解到有一些民间力量在行动，蓝马甲行动就是一群可爱的志愿者们走进了中国近60个城市，为人们做防骗知识普及，同时也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骗子假装懂机灵，问心无愧你别担心，终将信息别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明账户不赚钱，神秘链接不能随便点，网恋可能是杀猪盘，投资理财小心。下载国家反诈 APP， 遇诈骗就打110，数字助乱全防骗，有问题找蓝马甲。父母长辈常联系，家中亲人要时时挂机，陪伴与爱不缺席，最强护盾谢谢。全民反诈的这一年啊，大家都可以上支付宝搜蓝马甲，成为志愿者，为数字助老安全防骗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是的，再过9天就立春了，春天是年当中最有希望的季节。在整整的这一年过去之后呢，我们付出了，奉献了，也收获了。我想呢，每一颗种子都在渴望春天，而每一个梦想呢，也期待在春天里盛放。春天是新的奋斗起点，崭新的一年向我们展开了怀抱，盈盈切切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创造。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两位年轻的舞者谢欣和刘佳一起，在洞庭湖畔，在青山和绿水之中与春的使者相会，一路花开一路芬芳，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请看，
舞于天地之间，也是舞于江湖之间，真的是美不胜收，太好看了，太美了。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啊，人不负青山，青山也定不负人。近年来，我们湖南省委省政府牢记守护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大保护。然后呢，在这样的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洞庭湖现在真的是洞庭平鱼跃，湿地任鸟飞的壮丽情景就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是的，我太想去洞庭湖看看了。刚刚的这段舞蹈呢，就让我身临其境，我感觉自己就站在君山岛上，然后呢看着大江大湖的交汇，太美了。在我们大美洞庭观鸟看鱼，听渔火传歌，品鱼米之乡，过咱们地地道道的湖南新年。哇，美极了，听着就好。但是一说过新年、过了新年就是韩哥您的本命年了。哦，对，真是。哎，韩哥是属虎的，何老师也是属虎的。对，还真是。你说我们俩老虎在了一块儿，现在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留着胡子，一只招风耳朵，真可爱，真可爱。那韩哥，今天到了本命年，您有什么新年愿望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我的新年愿望其实就一个字儿，就是一个安字儿。然后我们在这里呢，非常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是平安快乐，每晚都是好人好梦，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个欢乐中国年。韩哥，我知道了，您的这个新年愿望真的是字字藏着祝福，句句都是好歌。刚刚提到的这个祝你平安，好人好梦，欢乐中国年，大家一起来，都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童年回忆。我跟你说，你这么一说应该就不对了。怎么不对呢？都是我们七零后的这个记忆，怎么你这个不是七零八零九零都爱，对不对？都爱，因为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的这个过年 DNA 就开始动起来了。嗯，从小的时候就是春晚，大家坐在电视机前一起跟着他大合唱。是，说了这么多，我相信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应该也猜到这位歌手是谁了，是吧？所以我们赶紧有请出这位金曲横跨七零八零九零各个年龄阶段的歌手，好不好？我们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孙悦。
走，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抬起你的头，哦，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挥挥你的手，跟我走，沙啦啦啦啦，沙啦啦，连起你的心。祝你平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心暖暖的，好像要流眼泪。后来他又要我沙啦啦的时候，我又跳了起来。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带着这种非常快乐的心情，进入到我们送福利的时间。下面又是大家非常非常想见的朋友，我们请到了我们湖南卫视热播剧《完美伴侣》当中的演员们，我们掌声欢迎高圆圆、王真儿，还有我们两位小演员冯雪雅和林子叶，欢迎四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何老师，好久不见。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真儿。雪雅，来。大家好，我叫冯雪雅。小叶，来。大家好，我叫林子叶。好嘞，太开心了。那跟圆圆其实也是好多年没有见，然后有人说呢，这一次的完美伴侣呢，是我们圆圆阔别八年之后的一个回归之作。然后这次角色的选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你当时是怎么决定来出演这样一位律师的？其实我跟陈珊有共通之处，因为可能这两年有身份的变化，做了妈妈，对，所以我非常理解陈珊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那种平衡。那其实是陈珊身上，无论是她的闪光点、她的困境，还有她的问题，都会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所以我特别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和我一样，把陈珊当成那个你生活中身边的那个并不完美，但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朋友一样来看待。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陈珊，也祝大家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完美伴侣。嗯，我特别像他们剧组一样。我问一下我身边的真儿啊，因为你演的那个角色无名，哇，大家的讨论度超级高，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来理解这个角色的？
我觉得在婚姻还有家庭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更应该相互包容，相互支持。而且我也希望有很多像吴敏这样的女性可以尽快找到真正的自己。说得好，我们的两位小演员呢在剧中表演非常的出色，大家就很喜欢他们。其实小朋友过年啊最怕大人提一些不好答的题，那我当然也要问一个是坑的题。做好准备了吗？请问两位小朋友，剧中的两位妈妈谁更接近你们理想当中的完美妈妈的形象？有点难喽。我觉得完美妈妈就是像我妈妈一样又漂亮，然后呢工作能力又强，再加上吴敏阿姨的陪伴，然后会做很多好吃的，这就是完美的妈妈。哇、哦、情商满分，对，说得好。好，那小叶有难度了。怎么答？在每个人的心里，自己的妈妈肯定就是你心目中的完美妈妈。不过我心里的完美妈妈就是吴敏妈妈还有陈莎阿姨加起来的那种，又能给我特别好的生活，又可以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小朋友也都什么都要了，是不 是,、是。那好了，今天有这么可爱的两位妈妈两位宝宝来到现场，也送上你们定制的给我们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的观众朋友们的祝福，好不好？好，那我在这儿呢就是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拥有完美假期，然后呢吃好喝好休息好。那咱们俩祝大家合家团圆，财到福到幸福到。好嘞，毫无排练痕迹，特别默契，精彩。反正这个祝福我们是收到了啊，祝福收到了，接下来又到了抖音送福利的环节了，大家赶紧下载并打开抖音，选择我要上电视道具拍摄视频，并参与湖南卫视虎年伏虎创意秀的话题挑战，@2022湖南卫视春晚就有机会赢得现场大奖。那本轮我们的抽奖呢，将在参与互动的观众当中抽取一名幸运的小伏虎，他将获得价值数万元的数码大礼包和10000元的加码红包。所以让我们的大屏幕滚动起来，来，圆圆，好，来抽取一下这名幸运的小伏虎，好不好？好，我们请圆圆作为代表，三二一停啊！好，三二一停。好，是这位 WJ 湖南春晚2022的抖音号的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超级数码大礼包，真的太有福气了。我们赶快来看看他的新春伏虎视频，请看。南宫塔九伏虎，看看能出几只虎。二伏虎，三伏四伏五伏虎，六伏虎，七伏虎，八伏九伏十伏虎，送你一只小伏虎 ，Happy New Year！ 哦，真的很厉害。我都练了半天，他们好轻松的。那下面我们进行我们的绕口令挑战，也请我们的完美伴侣剧组呢来把这个福气传递，好不好？好，加油啊，加油，好不好？不要远离，来，准备开始。来湖南数伏虎，看看能数几伏虎。一伏虎，两伏虎，三伏虎，四伏虎，五伏虎，六伏虎，七伏虎，八伏虎，九伏虎，十伏虎。送你十个小伏虎，虎虎生威迎虎符。掌声。最后来一个嗷好不好？来，三二一，嗷。太棒了，太棒了，这个绕口令完成的非常好，我们谢谢四位的福气传递，也请大家多多的继续支持我们的完美伴侣。谢谢，小年快乐，请休息。谢谢，谢谢爷爷，谢谢小叶，谢谢真儿，谢谢。没有拿到红包的朋友呢也不要担心哈，因为上抖音分十亿同享温暖中国年，集齐我们的年味卡呢就有机会获得哇最高10000元的大红包哦。那下面我们来教教看怎么样集这个年味卡，好不好？好，我来教大家集年味卡。来，这回有新的玩法了吗？刚才是吹糖人，现在换一个好不好？首先我们打开最新版本的抖音。好，然后搜索温暖中国年，然后点击进入活动页面，是，看参与相机找年味卡，点击这个相机，就可以看到这个新春道具。我们换一个这个，好，画糖画好不好？来，点击拍摄，走，
你在用鼻子画糖画呀？对，你这个是画的也蛮意识流嘞。哦呦，哎，你看，画拍完了就有这个年味卡了。好，我已经集齐了5张年味卡了，在除夕开奖的时候，最高能有10000元的大红包。如果公开发布视频的话，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年味卡。是的，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晚会期间拍视频集年味卡，还有机会抽到稀有卡。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继续精彩回来。伏虎耀青春，上抖音分10亿。同享温暖中国年，抖音提醒您，接下来的嘉宾有：戏曲组合李承铉、李宣彤、沈梦辰、朱毅、大锁、杨宇光、孙天宇、华萧一、蔡徐坤、张杰。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暖心贺岁官香飘飘，礼送香飘飘，暖心暖意到。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合作伙伴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合作伙伴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骑台铃行大运。抖音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下节更精彩。抖音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现在继续，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2022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上抖音分10亿啊！我的天哪！打开抖音相机扫一扫，加朋友，集齐年味卡，最高得10000元。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温暖中国年，进入活动页面参与相机找年味卡活动，打开相机使用扫一扫加朋友即可获得年味卡，参与集年味卡活动集齐最高可得10000元，就在除夕夜开奖，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抖音使用扫一扫来加朋友集年味卡吧。是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台铃超能标兵全速跑100公里。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回顾2021年啊，真的是有很多的中国式浪漫，让我们频繁的破防了。那说到浪漫，接下来这个节目就老浪漫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打小就是戏迷的人来说，它就是最美的情话。小戏迷，对，他说对了，因为过大年就要唱大戏。对，下面就有粤剧、花鼓戏、黄梅戏、京剧四大曲目的90后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各自曲目里面最经典的爱情对唱选段，演绎最原汁原味的中国式浪漫。请听戏曲联唱《戏韵芳华》。
快走咯。谢谢，太美了，谢谢，这成双成对的太养眼了，是，这真的是一个好听又好看的艺术享受。这样的表演真的想让人就是把它放大放大，里面好多细节，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孟佳，我跟你说，关于2022年，我有一个发现，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跟你说好不好？啥事儿？2022年是一个好事成双的年份。怎么说？这有啥说法？你有没有发现2022和2021有什么区别？我现在还没发现。它多一个二，多一个二就是多一份爱。
就有双份的爱，好事成双的意思。是何老师，话是这么说，但是有没有啥实际的好事呢？那当然有了，正式的来说啊，刚才是开玩笑，先预告一下，在2021年我们不是拥有了天宫一号空间站吗？但是空间站的建设还在继续，在2022年我们还要发射2个实验舱，问天和梦天，完成咱们中国空间站3舱组合体的建造，全面建成我们的空间站。说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啊！我觉得只能用 YYDS 来形容我们中国航天。是的，另外还有，2022年呢，亚运会也会在咱们中国举办，而且呢，开幕的那一天刚好又是中秋佳节。这个好，佳节逢喜事，好事成双嘛。还有，刚刚。我不是说9天之后就是立春吗？这可以说是眼下的一个成双的大喜事。立春那天刚好也是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新春迎冬奥，是不是双倍的喜事？那必须的。其实现在呢，全世界都在渴望体验这场精彩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而我们的奥运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奥运健儿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共同期待冬奥，祝福冬奥，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春天，请看短片。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水晶大学的冬奥志愿者。叶乔波、张丹、申雪、李妮娜，火炬设计师李建业，吉祥物总设计师曹雪，雪融融的云创作者江雨帆，裁判员杨轩、王雪梅，我们是2022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翻墙第一志愿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大跳台的驻滑坡道，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空中气球比赛场地，冰球项目的比赛场馆。今天是南方的小年夜，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9天。在世界首个双奥之城的北京，期待中国健儿们勇创佳绩，让中国红闪耀赛场。燃动冰雪，情系冬奥，中国加油！青春如火，奋勇拼搏，中国加油！冬奥有我，一起向未来，不放松，一起向未来。祝大家小年快乐，也祝大家小年夜快乐，在这里祝大家小年快乐，虎年吉祥，前程似锦，阖家幸福，虎年大吉大利，虎年大吉，虎虎生威，祝大家小年快乐，虎年虎虎生威。
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哦，晴空心花怒放表白。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帅，真帅，真帅，惊艳，惊艳！就没想到程炫这个滑轮还是轮滑呀，那么棒啊！热情似火。对，看完了以后，明天就想去滑冰，立刻，现在就滑着走。所以嘛，这就是咱们的“伏虎要青春，温暖中国年”嗯。说到温暖啊，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句很暖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妈妈出发替你去摘星星了。”这是我们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航天员王亚平在出征太空时，贴心的网友们给王亚平的女儿写的一句留言。在我这个地方呢，也有一句特别温暖的留言啊，是我们湖南的宇航员汤洪波，他从太空回来的时候，给在湘潭的爸爸妈妈留的言，他是这样说的：“爹爹妈妈，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飞总好，一切都好，这就暖心。对，这一年中国航天让我们见证了最温暖的出发和回家，从太空漫步到入住天宫，天上过年，从嫦娥揽月到祝融探火，羲和逐日，每一步探索都闪闪发光，每一次飞天都振奋人心。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航天。的确，今天的我们真的是永远可以相信中国航天人。但是在距今7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根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所谓的宇宙星辰是何物。是，但是有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做万户，他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相信可以利用火箭直接飞到太空的人。当然，因为这份天真，这份可爱，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后世人为了纪念他呢，就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以啊，如今我们想到飞天就会想到万户，但是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时光斗转星移，当年的万户他飞上了太空，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宇航员，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有请大锁、孙天宇、沈梦辰、杨宇光、朱毅带来小品《我要飞得更高》，有请。万户号火箭准备发射，我的仆人来福何在？来福，来福，来福！来福，老爷来了，又偷懒了是不是？准备点火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啊！跟我一起倒数五个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等会儿，我害怕。老爷，大伙都等着您坐这个大呲花上西天，上青天呢。我看你长得像个窜天猴，还大呲花。倒数，好，5000、
四千九百九。导演，您这不是要点火呀？您是让我们上火呀？您要是不想上去，您就给我下去包饺子。哎，来来来来来来，这次这火药含量是过去的十倍，万一失败了，我害怕。你怕啥呀？我怕的三十晚上的鞭炮太响，我怕初一的饺子太香，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呀、啊。老爷、啊、真来不及了，点着了，点着了。哎哎，老爷你等着，我去摇人。哎，摇什么人啊？他将错就错吧。五四三二一，发射！虎年南下打工鸟小分队集合，准备起飞。百城营人们，听，听不懂鸟语是不是？我说要摆成人字形，不是摆成一个人呐、啊，人到底是摆人还是人？什么人呀？我是人呐。这不很明显吗？敢问各位是什么鸟人？哎，慢鸟，慢鸟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是最沉重的鸟。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雁。哦，鸿雁传书的时候见过。嗯，我是天鹅。哦，湖边起舞的时候见过。哎，我是鸽子，烧烤店见过。嗯，烤乳鸽呗。我一次把你扇的，这怎么这么高啊？这是哪儿？快！我给他扣一扣。哎呀！缓过来了。我请问一下，这位人，你为什么会在天上飞呀？在下万户，大明朝洪武年间人士，一生致力于研究如何在天上飞，结果今天根本拦不住我，咕喳一声，我就来这儿了。哎，既然你们各位是鸟，可否教我一下如何才能在天上飞呀？飞有什么好的？我们鸟类要不是为了迁徙，才不会那么累呢。哎哎，这话怎么说的呢？为了迁徙累点怎么了？迁徙值得。但是老先生，如果你真的想学飞翔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左翅右翅一个慢动作，右翅左翅慢动作重播。哎呀，这个可是飞行修炼手册呀。什么修炼手册呀？是我们三小只在逗你玩呢。哎，这位先生啊，啊，你是不是想要学飞呀、啊？哎，正好，哎，我们要南下去参加一年一度百鸟朝凤，去做年度飞行报告。那么你听一听我们的报告，看一看对你有什么疗效。鸟老师，请指教。呀呼腰。这个，我是大雁。哎，经过这么多些年的努力呀、啊，我终于混成了一名小灵鸟啊，带领我们的队伍南下执行任务，但是非常顺利。但是到了中后期呀、啊，由于需求没有对齐，导致航向有点偏离，然后颗粒度搞得不够细，导致咱们的项目没有落地。汇报完毕。这他说的这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他这一年啊，哎，啥也没干。干、啊、嗨！你说什么？哎哎，你到底有没有飞行秘诀教我呀？有，我有一个独门秘籍来教给你。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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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哎，我教你啊，如果你有翅膀，你一定要这样，这样。对，这是内卷。哎哎哎，不要卷，不要卷。怎么了？我们认为内卷的都不是什么好鸟。好、啊。哎，别鼓掌！哎呀，别鼓掌！别，你怎么也跟着鼓掌了？我是不得不卷呐！
啊，我现在也老大不鸟了。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上有鸟下有蛋，晚上老婆还不给饭。我跟你说呀，我是鸟到中年不得已还得给你们拼身体呀。行了行了，你就别抱怨了，来听听我的年度报告。新的一年我要好好的沉淀自己，争取做到工作生活两手抓。虽然我的业绩起起伏伏，但我会稳步向前，螺旋上升。回首这一年，我你就别在这儿回首了，说了一大堆了，没说点实际的东西。他就是那种天天上班的时候只会划水摸鱼，一做年终总结就开始在花里胡哨。哎，你此言你就有点诧异了。啊，天鹅不就是擅长划水和摸鱼吗？老先生，老先生，天鹅可不能代表我们所有鸟啊。我就不一样，这一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获得了全部鸟儿的认可，还获得了全体家禽的夸奖。哦，全禽奖。哎呀，这是我鸟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全勤奖啊！先生，我跟你说，得到这个奖之后，我现在吃饭都不吃虫了。那吃啥？吃老板画的饼。哟，那你感觉现在你身上流的也不是鸟血，那是什么血？鸡血。对。但是，这鸡汤喝多了也腻，鸡血打多了也累呀。烤禽、全禽，还有最难的是通禽。这三样东西已经耗光了我所有热情，磨灭了我的梦想。哎，你的梦想也是飞吗？啥玩意儿？我是鸽子呀，拜托。我的梦想当然是当歌手，说唱歌手。哦，想问你迁徙一次找到多少意义，因为我通勤一次浪费所有力气。它美丽的毛色没法拯救我的方案，我老板要白色还要白的五彩斑斓。当然我只是一只小小鸟，伤感却怎么飞也飞不高，慌乱我每到深夜都会掉羽毛。我掉了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呜呼，哎，我叫万户，我不叫呜呼。你是万户，但从今天起你是万户 AKA 呜呼。呜呼，哎呀，万户先生啊，我劝您啊，还是真的不要学飞了，学飞真的很累的。你看看我，堂堂一个大雁，活生生的飞成了秃鹰啊，而且我还没有钱去织毛。织毛不易呀、啊。万户先生，我劝你还是不要学飞了、啊、你看我熬得全身上下都是黑眼圈，我都快变成一只黑天鹅了。哇，你挺白的呀。这粉底打得厚，遮呗、我们接下来是要去小鸽子哥哥、小哥哥、你还是教教我吧。老先生，你想学飞翔的诚意真的很打动我。我可以告诉你，你们人类其实早就发明了一种比我们飞得还高的东西，叫做飞机。这样吧，我带你去找他。好，走走。哎，我说小哥，我刚才是被鸽子放鸽子了。飞机，会飞的鸡，那我倒要去上面看一看。女士们、先生们，飞机正在爬升，请您回原位坐好，会飞的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成窗天猴似的。这什么？你是飞机啊？你礼貌吗？啊，我是飞机 ，A.K.A. SN1567。哎呀，我是万户 ，A.K.A. 哦呼哦呼，哦，您是万户啊，世界航天第一人啊！呀呀呀，谬赞谬赞。我来此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下飞行的秘诀。哎呦，请教可不敢说，我倒是有一套飞行指南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您请说。那您听好了，出东门过大桥，改分析要趁早，提前带好身份证，丢了真的不好找。拿着机票过安检，经济多商务少，牛肉鸡肉小面包，咖啡橙汁随您挑。我看你一点都没教。别急呀，还有呢，想睡觉就睡觉，
打个招呼就往后靠，自己的孩子要管好，别在飞机上喳喳叫，谁要是撒泼耍赖呀，怎么着？警察叔叔把你找，哎，把你找。鼠来宝，鼠来宝，你这不是教我飞，你这是教我要饭吧？你要饭？鸡肉饭还是牛肉饭？要不不要饭，我要飞。他们说你飞得最高。谣言，绝对的谣言。我辟个谣啊，我不是飞得最高的，在我的头顶上还有个天宫呢。天宫？万户先生，我要降落了，要不然我就延误了。这里呢是我们所有飞机通用的一个飞行秘籍，送给您。飞行秘籍？再见。啊，再见，谢谢啊，一路顺风啊。什么飞行秘籍啊？加油！你也要加油啊，谢谢啊。天宫，那我倒要到上面去看一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呢？小年呀，树能说话，树精。这话怎么说的？桂树，这是月宫。哦，月嫦娥仙子。哎，想什么呢？想什么呢？出示一下健康码、行程码。我没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仙子，仙子，休得无礼！谁要硬闯广寒宫？谁要直立往里冲？谁把这里搞得乱哄哄？我呀，我叫万户 ，A.K.A. 呜呼呜。正好，我们后边有个环形山，也叫这个名啊。顺便自我介绍一下，你叫呜呼，我叫乌岗。哦。您就是万户先生呀，来来来，门没锁，进来坐。今天是小年，我们正好啊在写春联，有雅兴参与一下吗？哎呀，我也算是一个文人骚客。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给你对下月发工资呀。对得好，不愧是咱们月亮之上的对王之王。好了，不要再闹了，我要出第二套题了。上联是春晚迎春，春不晚。哎，这个我来。下联我给您对，米饭我吃三大碗。哇，太厉害了，不愧是月亮之上的对王，哦，小王。我看你们是两个文盲。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嫦娥仙子，我此次来是有要事相。哎，什么事儿能比过年还重要？年后再说。今天万户先生来到咱们广寒宫，高兴。咱们就一起包饺子。万户先生，过年好，过年好，欢迎您来到广告。停！怎么就包饺子了？怎么就包饺子了？啊！我是来上天的，怎么就上春晚了呀？嫦娥仙子，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像你们这样飞得这么高？问我们？你们比我们还要厉害。你看前些年送来了一个人造玉兔，比我这个小玉兔厉害多了。哦，那这段时间又送来了一个人造天宫，比我们这广寒宫还要气派呢。就是啊，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包饺子？为什么？隔壁天宫来了三个地球老乡。哦，俗话说老乡见老乡，还是饺子香。对哦，俗话又说饺子就酒，越酒越有啊。太好了。哎，正好啊，我呢，我就哎摘点，我再摘点，我再摘点这个小桂花去给他们酿点桂花酒。哎，一会儿你帮我烧过去。哎，也顺便给我烧句话，喝酒不开火箭，开火箭不喝酒。我看你是满嘴跑火箭。哎，不要管这些了。哦，对了，我呢要缠点我的小柜柜上的桂皮啊，炖肉吃老好吃。干什么干什么？哎，你炖肉是用桂皮吗？怎么了？那用肉桂的。哎，别管了，你不是，那不是我身上东西。不是，你让我，你别老是，你给他们来呀。哎呀，你别过来，俩就别闹了。嫦娥仙子，你说的那个人造天宫在哪儿啊？哦，在那儿呢。哪儿啊？你看，在那儿。
太空科技，奥秘无穷，未来属于你们。天报有不失重，科学报张力无限，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原来是个梦啊，可梦里他们都说我是航天的先驱，后人们纷纷奔赴星辰大海，我也不能后退，飞天乃我中华千年之夙愿，今日我纵使粉身碎骨，也要为他们闯出一条探天的道路。飞天梦永不止步，我中华儿女必前赴后继，探索不息。五、四、三、二、一，电话！飞天任务，我已出征，感觉良好。太喜欢这个节目了，就是笑着笑着突然又泪目了，然后又感动了。是的，我觉得就是那种为梦想执着的那个劲儿。对，在这里要祝大家的2022都能飞得更高。现在正在看我们晚会的观众朋友呢，同时也可以上微博来跟我们互动，搜索2022湖南卫视春晚，进入到春晚的实时聊天室，全民一起聊春晚，还可以得虎年的福气大奖，虎年有福气，抢春节好彩头。大家也可以打开锋芒 APP 来参与观摩团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的节目现场观摩的机会。没错，春节是中国人最传统的最重要的节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的符号。我们都知道呢，中国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灿若星河。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一组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科技的重新演绎。王者荣耀和敦煌研究院梦幻联动，将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与新时代的数字技术相结合，改编了一个全新的舞蹈。是的，在下面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喜爱的古典舞者华萧一将会一人分饰两角，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绎。下面就请欣赏萧一带来的遇见敦煌。
哇，太美了！谢谢谢谢肖一，谢谢。谢谢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上抖音，使用指定的新春道具拍视频集年味卡，分7亿。是的，你看啊，这个虎年就要到了，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啊，这个虎呢就是平安兽守护神，它既有雄视天下的气度和胸怀，更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没错，所以嘛，就希望2022年每个人呢都能自带一点虎气，虎虎生风。那接下来呢要登场的这一位嘉宾啊，就是一位虎气十足的年轻人。哦，哎，他不仅是咱湖南伢子，也是属虎的伢子啊，也属虎。韩哥，您刚刚说您和何老师是两只老虎，对，加上他，你们仨就是咱们今天春晚的小虎队。对了，小虎队，我们首先就欢迎我们其中的这只小虎，他就是蔡徐坤。
好闪亮的舞台啊！谢谢坤坤精彩表演，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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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快来我们湖南小虎队合体了。小年好，小年好，小年快乐。来来来，我们湖南小虎队合体了。大家好，我是小呵护，我是不含糊，我是小迷糊。我们湖南小虎队给大家拜年了啊！因为刚才唱的歌是叫做迷，所以我们坤坤今天是小迷糊。小迷糊，那今天来到家乡过小年，我们有什么祝福要送给观众呢？非常开心回到湖南，然后跟大家一起过小年，希望小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是的，既然已经都到了本命年了，有没有给自己准备一些什么特别的礼物？你看何老师今天穿的就很本命年嘛，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礼物要给自己？我有给自己买一个红色的手绳。哦哦，红色的手绳、一个小小的这个吉利的意思，对不对？对，还有我们红红的事业心呢。是的是的那今天是这样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抖音现场送福利的时间了。大家上抖音呢，使用我要上电视道具拍视频，就可以参与我们湖南卫视春晚虎年伏虎创意秀的话题挑战赛，并且 @2022 湖南卫视春晚就有机会赢得大奖了。这一轮呢，我们要选出一位幸运的小伏虎，送出我们的价值万元的超级数码大礼包，另外还要加送10000元的加码红包。现在呢，大屏幕滚动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小迷糊，3、2、1，送出这份祝福。3、2、1，停。好了，这位是抖音号 RIC 新年快乐127的朋友，恭喜这位抖音的网友获得超级数码大礼包，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哇，开心！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这个新春伏虎的视频。这么酷，哇！普通领导人的爱就这么酷，虎虎生风向前冲，就这么虎。好，下面呢，我们要请坤坤跟我们一起来传递福气，要挑战他刚才的伏虎视频。真的就要跳吗？我觉得韩哥，我们俩要不要陪一下坤坤？我们湖南小虎队今天难得成立。很有可能待会儿要跳完就解散了，好不好？来吧，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跳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啊！记住几个动作，差不多，一点点，两个吧，两个，好，好好，我们大家随缘，好不好？对对对，随缘，3、2、1，开始。就是这么酷。哦，最后还有个嗷，是个意思，是个意思，好不好？在这里，我们湖南小虎队要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的一年生龙活虎。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坤坤，谢谢今天，谢谢谢谢坤坤，谢谢，小年快乐，小心小心，谢谢谢谢谢谢。小虎队为我们传递了福气，现在福气继续传递下去，我们有更多的抖音视频道具要送给大家。哎，那我就给大家送一件虎虎斗篷，好不好？穿上它来录新春祝福。那现在呢，您可以点击最新版的抖音，点进去以后呢，在搜索界面来搜索温暖中国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点进去参加我们上机找年味卡，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斗篷了，就是它，哇，好可爱！来录一个好不好？来，好，祝大家虎年大吉！啊呜，哇，我太喜欢这个了，等会儿下去拍一个。哎，你看，拍完以后我还获得了一张年味卡，现在我也集齐5张年味卡了，这太棒了！这样的话，在除夕夜开奖的时候，最高就能拿到10000元的大红包。同时提醒大家，公开发布视频能拿到更多的年味卡，在晚会期间有更多的机会拿到稀有卡，而且在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伏虎要青春，上抖音分10亿，同享温暖中国年。抖音提醒您，接下来的嘉宾有张杰、戴军、刘一珍、许文琪、蔡成玉、易淼英、思兰。
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暖心贺岁官香飘飘，礼送香飘飘，暖心暖意到。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合作伙伴山楂树下，山楂树下多吃不怕。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合作伙伴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骑台铃行大运。抖音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夏节更精彩。抖音2022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2022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上抖音分十亿同享温暖中国年，上抖音搜索温暖中国年，集齐年尾卡最高得万元。现在快点打开抖音搜索温暖中国年，进入活动页面参与相机找年味卡活动，使用新春道具拍摄视频并且公开发布即可得年味卡，参与集年味卡集齐最高可得万元，就在除夕夜开奖，同时在晚会期间有更多机会抽到稀有卡。是的，那我们的晚会呢正在芒果 TV 同步的独家直播，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年卡的五折活动呢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加入会员畅享全年的大剧热综。那海外的朋友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芒果 TV 的国际版 APP Mango TV 以及电脑端来进行独家的网络收看。是的，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呢，2021年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不仅在音乐道路上是成绩满满当当，生活上他也升级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爸爸。哎，是的，而且他前不久也参与制作了一首写给女儿们的歌，非常的温暖，叫做小风筝。我们在跨年的时候也听到了这首小风筝。是，没错，现在答案大家已经呼之欲出了，让我们有请张杰。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不弃旅程，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
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小年快乐，小杰！谢谢小杰，小年快乐！太暖了，太好听了。伏虎要青春，温暖中国年。回首2021年，哪一个瞬间最温暖人心？是那一句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是日记本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也是。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的坚定呐喊。时间本是无情物，是奋斗赋予了时间温暖的底色。2021年的我们，站在2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经历从抗洪到抗疫，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青春的中国一次次在考验中成长，一次次从挑战中奋起。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面对的是民族复兴的黄金时期，登上的是大有可为的广阔舞台。让我们在党的领航下，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扬帆起航，在新的征程上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整片土地万里晴朗，像盛开的花蕊沐浴阳光，拥抱美好生活播种希望，像奔流的江河汇入海洋，数不尽的向往凝成梦想，像璀璨的星辰闪耀光芒，足迹深深刻在复兴路上。Yeah.
发自信铿锵，昂首砥砺前行无惧风浪。都说你的初心始终不忘，一路引领航向实现辉煌。百年啊之际在于春，让我们把深深的祝福送给亲爱的祖国，祝福祖国在复兴之路上龙翔虎步，无往不胜。让我们把祝福送给我们的未来，祝福我们的明天永远流淌着欢歌笑语。2022虎年到，
祝福祖国新潮涌动，千帆竞发。2022虎年到，祝福每一个追梦的你，虎虎生风，一往无前。2022虎年到，祝所有人虎年吉祥如意，共享2022虎虎生威中国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祝福的歌声中，我们的晚会就要结束了。再次祝您春节快乐，观众朋友们，再见。